哇，你看一德德一次收三个哎、欸。有投进。快点收。还有这个保龄球，这个也要收啊。球球也要放里面。谁第一名呢？我。是哦，小乖，小乖在做什么？我。嗯，可以打人吗？啊！你来帮忙收这个，这是他的小球，小乖捡小球来。这里一颗，那里一颗，两颗，一颗，对，再一颗，这个大的，小乖保龄球。不能让，不能让，不能让他。哦。让人了。哎，那个好像不是你。一个，哎，那里还有一个红色的，小乖乖在那里。在那旁边一个红色的保龄球杆。哦，已经最后一个了。哇，乖乖捡到最后一个。哇，好，这个来放旁边，来放这旁边。好，谁家里找得到球球的吗？对。